首先呢，要讲到的是南北统一它所涉及的一些深层的因素。另外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统一的局面形成了之后，刚才我们曾经说到随附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么这样的一个鼎盛局面的出现。这部书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个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普罗代尔他做的一个有名的著作了。这个西方很多学者都说，现在不是现在，其实是前些年吧，谈起这个史学理论来呢，很多人都会说这本书，但是问到谁呢，其实都没从头到尾读过，因为都篇幅太大吧。那个这一部书呢，它之所以成为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呢，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些很为人所重视的特点吧，而且它提出了一些根本的这个历史方面的这种研究的原则。那我想其实我们应该从里面借鉴的实际上呢，一方面是他从一个长时段的对于历史的一种长时段的关怀。那么这个长时段的关怀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现在讲中国古代史，虽然我们说这中国古代史一个漫长的时期，我们从先秦一直会讲到这个清代，但是我们习惯上呢是把它分成一些朝代的框架。那么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些朝代框架的这个划分下可能被切割开了，可能被切割开了。那么有一些问题呢，并不是和朝代的起气同时兴废或者说同时起伏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讲，所以呢经常会没有这种整体的关照，就是因为整体的关照呢被我们横着切开了。所以呢，在我们一方面，我们当然学这个朝代史呢，对我们整体的理解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基础。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呢要有一种长时段的关怀，一种长时段的关怀，去想这样的一种因素，这个朝代的这个特点是从前代怎么过来的，后来又影响到什么，发展到什么方向，就是这样的一些关照呢，使我们对这个历史呢能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所以呢，一方面是长时段，另一方面呢是整体观，就是整体史观。这个整体史观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方说我们现在会说哪一位学者他是研究政治史的，那一位学者呢他又是社会史，还有这个学者呢是家族史，那个又是女性史，然后还没有专门研究男性史，反正至少有专门研究女性史。那么就是都被这样切开了，可是当时的社会上的很多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一个一个切开的这个块里边发展的，反而是这个板块的衔接部可能是比较有生命力的，而且呢是牵动着各个板块一起这个互动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样的一些认识问题的角度，我想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鲜明的提示的作用的。年鉴学派呢，其实从上个世纪的前半期在世界上有很深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当然那个时候这个中国早期也有一波反应了，但是到50年代以后呢反而没有什么对这个的评价或者说更多的借鉴，是到了80年代才又开始有一些学者呢重提这个年鉴学派。在这本书里边呢，其实他讲到了地中海世界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突发事件，那么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其实都是在变的，包括自然地理的环境也是在变的，突发事件也是在变，但是这些变它演变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10万年是一个演变的单位，对不对？有的3天5天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演变的节奏是不同的。但是你不管你观察哪一个瞬时间的这种急骤的演变，你都要注意到它背后构成于对这种演变支撑的这个所谓的较长的时段和这个长的时段，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和这个自然地理环境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想法之下，其实呢我们可以看隋代的统一，它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当然所谓瞬间不是说一天之内了，但是呢在当时是一个势如破竹的过程，是吧？是一个很急速的
一个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背后其实呢也有它的深层的因素，也有它的这个长时段啊，也有它的长时段。所以呢我们在看历史上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比如说隋代的统一，这就是一个事件，对吧？每一个同学脑子里可能都有几百个事件，都能说出若干不同的事件。我们在看这个事件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把它作为你聚焦的一个目标，而且呢要把它作为你观察深层次历史变化的一扇窗。就通过这个事件把这一扇窗推开了，后面能看到什么，后面能看到什么。这是一个公元589年隋代统一南北的一个示意图。从这个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隋代的北边其实是有突厥的势力的。突厥的势力呢在这个时候分裂成了东西两个部分。那么这个呢其实是给隋代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是隋代统一以后的一个基本的局面。但是我们要是说到统一的因素，首先呢是这个应该说这个南北的再度统一是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刚才我们看到了北方的这个突厥，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在那个时候东亚和东北亚的版图上影响最大的势力最强的绝对不是隋代，不是隋，当然更不是他前面的北周和北齐。北周当然是把北齐统一了，那么统一了北方，但是那个时候和更北边的突厥完全没有办法相比。从这一段话里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像托钵可汗这样的一些人，他觉得像北齐北周这就是他在南边的两个儿子，那他要谁给他什么东西，这两个儿子呢都会争相表示自己的孝顺，那表示自己的孝顺。那么这种局面一直到唐代前期其实呢还是断断续续的维持着，那断断续续的维持着。当然从这个突厥分裂了之后，这样的一种力量就跟前面呢不能相比。隋代的基本的一个原则是所谓的远交近攻，那所谓的远交近攻。那么随着突厥呢分裂成为东西突厥这个两个汗国，实际上呢也给隋解除了南下的后顾之忧。另外从这个制度层面来讲，这个严不克老师呢原来讲北朝的时候大概已经讲到过，就是北朝呢它是一种胡汉杂糅的体制。我们现在说隋代的制度发展基础其实基本上是在北朝，特别是在西魏北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胡汉杂糅的基础呢，它其实造就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贵族集团，而这个军事贵族集团对于当时的皇权构成了深厚的支持啊，对于皇权构成了支持。所以呢从制度上面来讲，当时皇权能够调度的资源也使得他这个统一战争呢能够进展的比较顺利。另外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观念的层面来看，那么在古代的这样的一些思想家，在古代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这个心目中，他们觉得什么是正统呢？不光是你要居天下之正，而且呢你还要合天下于一，你是要统合了才能被认为是正统，而且呢才能证明了你的这个长久的这样的一种合法性。如果你不能把这个九州合为一统，你尽管是有一个天子的名义，也没有这个实质的这样的一种内容，那没有这种实质的内容。所以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中国古代很久，包括从这个西周一直到东周啊，春秋战国啊，那样的一种时期，我们就能看到当时凡是有力量能够问鼎的，当时不是说这个楚昭王去问鼎吗，凡是有力量能够问鼎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一定会去努力的逐鹿于中原。而他一旦掌握了中原，掌握了中原地区，他就会立足于去追求统一。那么这个中国古代一直是这样，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模式，这样的一种长远的追求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和古代以来这种正统的传统的这个政治学说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从文化上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隋书儒林传》《隋书文学传》，都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南北的不同，南北的不同。那么这种南北的不同，其实是延续了，应该说是几千年，然后一直到现在，南方的文化特征和北方的文化特征仍然是有不同的。嗯，但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差别，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并没有构成当时政治上统一的重大的障碍，反而呢使当时的南北方的这样的一些读书人吧，这样的一些上层的精英人物产生了很深刻的这样的互补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像钱钟书先生说到的，当时这就是所谓的东海西海，南学北学，在这个时候呢有了这种融通的要求和融通的可能。这一段话呢，这个恩格斯的这个话，其实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就是呢他说到这个野蛮人呢才能使一个在垂死中挣扎的这样的一种文明的世界重新复生，是吧？重新这个更生，变得年轻起来。我们看到这个隋唐前期的情形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所谓的这个杨隋，所谓的李唐，这样的一些上层的统治家族，他们其实都是兼跨胡汉的，就他们从血统上来说，他们从他们养育生成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传统，文化的背景来说，都是胡汉杂糅的，都是胡汉杂糅的。那么这样呢，所谓野蛮民族的一些有生命力的一些因素，就通过他们带到了这个中原地区啊，对于原来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啊，对于原来的这样的一种有深旧传统的这个文化，起到了一种激活，或者说起到了一种刺激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做到所谓的新基重启，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市局，开创一个新的这个局面。底下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隋代的这个新的这个局面。前面呢我们曾经说到这个隋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说到这个赋或者是强，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现象的把握，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现象给人们一种印象，那么对于这个印象的表述，就是刚才我们说有很多学者说是隋赋唐强，那么这是对这个现象的一种概括。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呢我们是要看这个赋反映在什么地方，对吧，它有什么表现，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赋的途径是什么，这样的一种途径在当时的历史上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呢下边我想我们虽然看到的是一些现象，但这些现象不是孤立的，应该是跟着我们这样的一种连续的追问往下走。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当时的这个赋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仓廪丰实，仓廪丰实，这个公家的这个仓库，国家的仓库里边呢都充满了粮食。西京，隋代的西京是大兴城，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西安一带了。东京呢是洛阳啊，是洛阳。那么在西京和东京之间有系列的国家的仓库啊，有很多的国家的仓库，而这些仓库里边呢储藏着很多的所谓的米粟，就是这样的这个粮食，那储存着很多的粮食。如果我们说米和粟，这个米和粟有什么区别吗？米是什么，粟是什么？基本上来说，当然这个粟呢也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解释，基本上来说粟会是带壳的，米是指不带壳的米。那么这些仓库呢都是满的，而且呢天下还有很多异仓，异仓是分散在地方上的啊，地方上一些大户啊出面主持的这样的一些仓库，也有一些呢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主持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满满的，包括这个布帛呀都很充实。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呢是很富足的。
另一个角度，我们说这个国家的财源是从哪儿来呢？刚才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跟户口的掌握是有关的。国家能够控制多少户口，对吧？能够控制多少为国家提供赋税、提供徭役的这样的成丁的人群。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北周大象二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北周就快灭亡了。这个时候呢，当时是359万户，900多万口。到了隋代，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隋炀帝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就是26年的时间，对不对？差不多是1/4个世纪。户呢提高到了890万户，口呢提高到了4601万口，那是原来的900万口的几倍呢？5倍，差不多5倍。25、6年的时间里，户口提高了5倍。那么一方面我们应该说，这是魏晋以来的一个人口高峰，对不对？一方面我们应该这样说，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不完全是自然增值的结果。这个年景好了，不打仗了，都很太平了，那是会人口会自然增值的。但是这么快速的大量的膨胀，这个增值不是自然增值的结果，它是有自然增值的因素在内。那么这主要是什么结果呢？是国家对于户口的控制力比原来要强得多。当然一方面呢，北周的时候他只统计北方，对不对？南方的那些不在他的户口统计数内。这个隋朝大业的时候呢，南北都混一了，所以呢是整个的这个统计，整个统计而不是北方的统计。但是这也不是全部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呢，其实应该说是国家对于户口的控制力比较强。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当时呢是户口滋盛，仓库盈积。而且呢一直到唐太宗的时候，当时的人呢还说，隋代的这些仓库，李密这个是瓦岗军曾经用过，在这个洛阳积累下来的这些布帛，那王世充也是一支起义军的力量了，也用过。西京就是大兴城，这些府库国家还用过，这些当年的积攒到现在还没有用完，一直到贞观年间都没有用完。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国家积累的财富是非常丰足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呢，四海百姓仍然是衣食不丰。就是说他这个富主要是国家的富，主要是仓廪的积累，而这个老百姓呢，其实在这种国家的富足里边，他们受到的影响反而更多的是负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富呢，它的这个代价是很高的，那这个国家的这种富足相应的代价是很高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从这个外部环境来看，隋炀帝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隋书的东夷传、南蛮传里边都说到他这个人呢是智包宇宙，威震殊俗。对于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天下的局面，他自己呢其实是有野心、有部署的。这种鼎盛局面的造成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和大运河的开通有关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要修运河？这是和它巩固统一的整体举措有关系的。运河呢沟通了南北，它把一些不同的地区贯通起来。